教程我都有在录啊，只不过时间不多，因为白天我要上班，晚上只有晚上下班才有点时间录。那前面也已经录了好多个正反面加工的案例，那今天就录了一个三个面加工的，是用电脑录屏录的。从毛坯开始，我就教你怎么去判断工艺，去分析工艺，用哪种刀去加工，然后编程全程让你们看到这个怎么编，这个怎么给参数，也就是让你看着我去怎么编程。比如这个是从毛坯开始，我从打点开始编程，编到让它模拟做完啊，全程你要知道它是怎么去编程的。因为平时工作我都是用加工模板，但录教程我就用到基础模板，所以会稍微慢了一点。录教程比学教程还要辛苦，因为我录出来我还要剪辑，不然太多废话你们听烦了，听不懂。还有我这个普通话啊，如果不出一些字幕，可能你们也难听。好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